不一样的拈花野草体验，释放生活中的乐与怒。英国巴哈伊斯38种花精心灵疗愈系统。为人妈妈的呢，晚黑一入黑夜晚，见到仔女未翻，或者见到丈夫未翻到家的时候，不是担心他们会做一些出轨的事，而是他很担心啊，这一阵有很多意外啊，有很多天灾的事、人祸的事，在这一种这样的氛围、这种新闻那些报道的影响之下呢，你就会产生到这一种情绪，是担心你的家人的。那在这种情绪呢，是会呢引到呢你自己呢会是彻夜难眠，是睡不着的。那这个红绿花是绝对